哎呦，哎呦，认真。哎呦，抢篮哎！哎呦，吃九级！哎呦，怎么那么强啊？哎呦，又！哇，我们的锤石死啦！能 buff 送掉了吧？哦，真的是刺激！哎，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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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他。这样看真的很恐怖，以为他在塔下打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塔要爆了！我们摧毁了第一座塔，要不要第二座了呢？啊，我们的塔也被爆了。然后上路奈德利挑战鳄鱼，不。死掉啦！好了，第二座塔，第二座塔，摸掉它。哎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哦，李信好猛哦！李信好猛！哇！李信太猛了吧！不保守了，我们激进点。哎、欸，下路被爆啦！解锁成就，还有谁？哇，萨诺斯的手套、欸，哎，他的图案。推中，推中。啊，李信被围了，不，我们李信不能死。哎呦，李信你好猛哦！哎、欸，杀进去了，傻眼，什么鬼啦？谁？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傻眼呢，冲进人家温泉里面呢，谁教你的？欸、不要被巴龙杀了哦！吓、哦、死我！哎、哦，他们会等人呢，有没有聪明啊？激进，冲啊！哦，李信追很深，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赢了 ，GG， 游戏结束。哇，这个曲线可以，结果走路竟然这么痛哦，我的天啊！又是李星，哎呀，可以，赞，怒吸，哎、欸，还要再打对不对？嗯，这啥后台技能？
选择一名加活力，这个根本就活力是红色吗？红色红色，心态。哦，所有的人哦，好屌哦。心态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我想选自动选角。哦，还是选了李欣哎，地狱火，哇，等一下哦，他帮我选的，攻速提升。加闪避率，承受伤害减5%，开始。哎，我们刚刚的是什么？我啥也没看到哎、欸。我们是偏到后期还是激进？我就是激进吧。打真的有点凶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哦哦，有机会吗，李欣？哦，干他！干他！我天啊，有点激进过头了、欸，一塔快掉了、欸，认真。哇，外塔掉了。哇，掉龙。二塔掉了，分推。对啊，我在想是哪个圣光，我只想要雷文啊，还是天使啊，凯尔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还要修被夹，送了送了送了。
我该保守一点了。可是暴宗也没有往中间走。哎，要送了，要送了，要送，快跑！抢龙喽！李信抢到了小龙啊！飞机死了。哎、欸，这李信真的是凶哎、欸。安杜因，你怎么不说那个啊？阿萨斯他老师，那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阿萨斯老师叫什么？啊，忘记名字了，糟了。X 中路跑掉了，混蛋！哇，乌瑟啦，乌瑟才是圣光的老师，好吗？还是应该说那个德莱尼，李信烧起来啦！我靠！你们是魔兽世界的，还是从那个炉石来的？因为其实我没玩炉石啊，这些知识都是从魔兽世界来的。纳鲁吗？对啊，纳鲁不是个信仰吗？哎、欸，不行，人头数追回来了，经济也追回来了。李信，你怎么 miss 掉了？穿会，我不要再送了，不要再送了，回来，魔兽，呵。三条龙能干嘛？送光光啦！回来呀、啊！欸，这 AI 真的是让我有点气耶！我不该奢求太多。中团了啦！又死光了啦！在干嘛？被灭了！哈哈！哎，人头数追回来了，糟了！在下水饺啊！等下我闹钟响了，然后回来看到我又死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以不要再下了吗？来，我们保守一点。不是吧？被超过了。哎，一个辅助走到人家家里干什么啦？很气耶、欸！啊，李信要秀了吗？李信 VS 吸血鬼，究竟，哇哦！
什么东西？很想买他的小说，一堆玩不到的故事。哦，对啊，就因为不断改版，然后故事一直改。我本来想买他的故事书啊，不是故事书啦，那个史册，因为他史册后面都吃书了，因为以前的一些故事后面就都改掉了。人头落后仅15%操作，嗯，拿到冠军啦！下一步，业余联赛获得了冠军。惩戒，惩戒就是重击的意思，不是吗？大陆那边的重击叫惩戒，不是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骂低级耶，工作教练技巧研究，哦，对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这个，这个是不是根本没出场啊？不对，不是他，这个也不是，哦，是他，对，他根本没来出场啊。那所以，你给我加强训练，练习。来辅导咯，再来一次，然后助理，赞助商，上路不需要，上路不需要，啊，怎么都是哦 ，support 哎，Panda，
那现在报名吗？现在感觉的人会累死欸，是不是要过一阵子再去报啊？阿伯，现在直接去的话，人是会死光光。心态，我没有那个输一模一样的东西耶，可以再用吗？八七，哇，是 B 级的哎，那我要 B 级 Super 领队队员角色，这个牛牛，哦这个。不够，好惨呐！嗯，有了，刚刚是人员交涉。